秦昕老师，你这份母亲节大礼，林大礼里面的台办又喷出大涨了耶！还有一档的私房菜小波神也冲出去啦、哦！那你想知道小波神是谁吗？当然想知道喽！看节目喽！欢迎各位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我们的刘耀胜、刘耿鼎、刘台办、刘心如、刘台新科甜心老师，你好。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 Happy the Friday 咯，5月13号星期五咯，来进行了你跟上甜心有来索取我们的母亲节大礼，老师感谢老师，赞叹老师了，不仅让大家通通避风险，又赚到满满的获利与财富。我们的耀胜连六红，我们的耿鼎短短时间也快要三成的涨幅咯，还有包括了台办啦、新路啦，还有台新科轮流的创新高，全部轮流创新高，让你左手赚完右手赚，右手赚完左手继续的赚。当然还有这档前几天老师说的这个私房菜、是这个让大家有点点想象空间的小波神老师，小波神，小波神，好多人在猜哦！今天盘一回，那小波神就给他冲出去了耶！冲出去，创新高！妈呀，好开心哦！会员都嗨了，嗨翻天！老师，小波神是谁？小波神是谁？我知道大波神啦、大波神在 NBA 啦，帕纳吉耶哈！对啊，小波神呢？在我们家啦，对，在我们家底下，底下是谁啦？看一下，看一下哈，江波图打开来，直接讲一下哈。老师直接开牌了，直接开牌了，3163的波若威啊，哇，碎当当有没有？当当啊碎呢，有没有？通通后让会员都赢在起跑点了，所以就是开心度周末啦，当然喽，开心花用力花，尽量花啦，周末时间哇，今天其实很开心啊，真的开心呢，会员哈，来粉丝来，今天赖上的粉丝哈，会员很嗨嘛，赖上的粉丝就问啊，老师今天到底是要反弹了没有？是要反弹了没有？老师，台股今天涨两百多点，到底有没有要反弹了？到底只是反弹还是回升啊？嘿，那很多好朋友的担心，都在今天呢，觉得老师盘势都照你讲的呢。然后，而且股票呢，盘一回升，股票就冲出去了，真的又让大家赢在起跑点了耶！有赢在起跑点就是好，为什么？你赢在起跑点，不管反弹，不管回升，哎，你都可以赚啊，都是赚的，由你自己思考想赚多少的感觉。舒服舒服了，对嘛？好，那我来回一下粉丝哈，粉丝在问的嘛，来，你同样哈，把数据拿出来。我常说，你看数据嘛。是的，这段时间我知道你没有信心，我帮你。是这段时间我知道你很害怕，对的，我还是要拉你一把，对呀。所以你看，我最近一直告诉你哈，台股的基本面非常好。产业面也很好，景气完全没有衰退的疑虑，是对不对？我还告诉你，出口连22红嘛。对呀。那你昨天晚上后看到的话，美国比较重大的消息就是费德后鲍尔出来讲话，他说后，基本上后升息的问题后，原则上现在五月已经升2码了嘛。对。下面接下来是六月、七月后，原则上都是各升2码，就是0.5%。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好，其实你今天听到这个后，其实你会认为，其实是升息耶，那为什么纳斯达克跟费半反弹了？对不对？是啊，来呀、啊！所以我常说，你不要只看一件事情进一件事情出来，绝对是福祸相随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要有另外一个观念，哇，那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已经稍微减弱一点哦。为什么呢？之前人家在猜会不会升三码，对对不对？一直要升三码，升三码。不过呢，现在鲍尔就跟你讲原则上就是0.5%两码就好了。那是不是已经先把这个微微不确定的因素打掉？升息、通膨这个问题是最大的嘛？对对 对。好，那再来，我妍希之前点过三点，你再复习一下，再想一下因为你现在看到盘会怕，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以后已经在动了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我刚才说了升息的问题，他已经先帮你撇开了嘛？对，没错。你假日就看看那个俄乌议题到底要不要打完啦、啊？不过你现在看到的盘面是俄乌议题，其实你说干扰也没这么大了啦，也没这么大了啦。好，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情除了俄乌议题的话你就要看到解封，是解封。其实是有我们这里是有收到不能说的秘密，对对，真的五天。
是要讲五天内大概就要解封。当然，这个后我还没有经过证实嘛，是是是，我只是告诉大家，因为这个一定是往好的地方走，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往好的地方走，因为早解晚解都要解，都要解，都要解。对，那要解封是不是？哎，也是不错的。对，你只要看到这三点后，利空慢慢那个消化淡化以后，你就知道台股。来，台股反弹力道就会强了。嗯，那为什么妍希告诉你后，你今天先不用看盘？对，你要拆解结构。嗯哼，我说过很重要是盘的回落跟反弹，你的结构看清楚。对，之前我是不是告诉大家，如果台股要有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，谁要动？电子股有没有认真来看看我的主持人就是这么认真，就是电子股啦，就是电子很简单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用猜说他今天要反弹1000还反弹700，我不用猜，但是我的人气要聚回来。当然，今天的盘漂亮，就是人气是聚在这些族群。我下半场点给你。好，当人气聚在这个族群以后呢，只要陆续后，今天你也会看到，哎呦，他很多人会告诉你，今天只是反弹，而且是背离，因为量不够，大概2200亿。嗯，好，很多人会在六日，这两天吓你。嗯，但是你不要记得，你不要忘记啦。嗯，妍希之前讲过，背离上攻是最强的走势啦。我说我们顺势而为，现在后重点是人气在这里，我们就是跟随人气赶快赚，对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一看到，哇，老师，你的私房菜前几天说低档布局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看今天就压不住，就冲出去了，哇，压不冲出去的感觉真好，我这礼拜五就数钱了嘛，对呀、啊。好，那再来，妍希多帮大家来，好。把母亲节大礼拿出来，拿出来，继续上课。好的，继续上课。为什么妍希可以在大盘回落的时候直接把股票送给你？对，为什么妍希愿意这样无私分享保护大家？因为我知道后，股市里面太多的不确定因素，还有太多的风狗浪，对，还有太多的言论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限制别人的言论，但是我能帮的我就尽量帮嘛。当然了，所以你拿出来，有没有发觉这个礼拜大盘是持续回落？我昨天比对给你看过了，为什么这样讲嘞？大盘一样从5月5号回落到这里，对，但是你现在看到妍希的很恐怖母亲节大礼这个礼拜齁，先冲出去什么药圣，有没有药圣？药圣就是药圣力，药圣的那个非常漂亮，名字取得非常漂亮，没错，有没有已经先连六红冲出去了？我说赢在起跑点嘛，舒服舒服，赢在起跑点就好，我没有要赚多少、啊、我只要赢在起跑点就好，对的，这很重要哦、嗯、来梗顶，再来梗顶，哇，这样慢慢推慢慢推、啊、也快30%了，三成耶、欸、很好赚的，又便宜耶、欸、对呀，再来5425，哇，慢慢慢慢又要出去了台办，没错，这个我等一下来讲，台办今天也非常漂亮，好，好，你光看这段时间，你现在看清楚，我是股票还没涨就给你，没错，嗯，我为什么常常要 跟大家讲，我在有资料有活动的时候，你的动作一定要快，一定要比别人快，你一定要快，因为你赚钱的速度才会快，对啊，对对，我赚钱的速度怎么可以慢呢？对啊，来哦，还有哦，3703新路也很漂亮，我说这一支低调一点，记得哈，也要低调点哦。低调一点了，都听到了，有赚自己赚，不要嘴巴闭起来，来这一档台新科，是不是也是、欸、到昨天还创高，是啊，今天还拉尾盘，有 哦，今天又换到我们家的什么小波神，对，小波神波罗威，波罗威啦，今天的你可以看资料里面，今天的台办很强哦、嗯、很强哦、嗯、来，基本面要不要了解？当然要咯，我说过齁，你操作任何股票齁、嗯、你绝对要有依据，没错，有凭有据，我说了，近期你即便要赚，嗯，不管是你要赚回升还是赚反弹，你要去买的是要像这样，来，你看我的标标准准，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做怎么说，为什么呢？三绿三升是非常赚钱的公司，而且呢，它除了是 Tesla 的供应链以外呢，中国大陆的宁德它也拿到单，比亚迪它也介入很深，是。那这个你就要了解了齁，是大家在排队等他的货、嗯、不是他去拜托人家，对，没错，那我告诉你哦，这家公司也很特别，法人、嗯、来，这家公司大概这个月到下个月他的时间还没有定，又要开了一个法说会，是，好，那法说会呢，上一场的法说会一个重点，公司的高层站出来告诉你，嗯嗯，你现在看到他第一季营收是非常好嘛，对、啊、因为前几天妍希还告诉大家大概估 1.1 嘛，嗯嗯，结果好像昨天还前天的资料出来 1.55、哦、哇塞，
塞，第一季赚 1.55， 这叫创历史新高。那创历史新高以后，重点来了，来，公司高层也告诉大家，有去法说就知道，他说话后，你现在看到他第一季的毛利率大概 32% 上下，但是呢，那个高层说我们今年的目标没有这么低哦，为什么？我们历史新高的毛利率在 38%， 我们今年就是想办法要拼过38% 的毛利率，哇塞！我不知道涨到哪了，很霸气，很霸气啊！对啊，再来大股东也非常挺啊，大股东都嘴巴闭着，我就说嘛，大股东都是嘴巴闭起来买的，现在持股已经14800张，闭紧紧的一直买，一直买，对啊，那来你看记不记得台办算老朋友了，老朋友，对对，老朋友前一波我们是不是都是赚？春暖花开那一段时间都是赚，都是赚啊，那这边。要涨到哪里我不知道啦，但是非常漂亮，法人持续买啦。你先前已经赚了也将近30%咯，今天一样大涨啊，漂亮，漂亮，好，那是的。好，那同样再来看小波神，哎呀，小波神，好，小波神，你要了解基本面吗？当然，当然咯。3163，来基本面看一下哈。好的，这家公司哈，其实大家如果在股市久后，其实是老牌公司了。那妍希说过，转亏为盈就是最大的利多。那剩下的不用讲了，来，这样知道吗？真的，这样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清楚了。好，这些营收获利哈，我说过了哈，就是找你就是去找营收漂亮的，对，对不对？你要赚是不是营收漂亮？漂亮啊！你今天看到它，它是不是不是弹一趴，不是弹两趴？它一上去就快要涨停板，快要顶到涨停板的位置了耶！这就是告诉你，用功的人也多啦，真的。我在股市里面就是比脑力啦，哎，对，真的，比赚钱的速度比脑力啊，对，就是比脑力啊。但是谁可以像来妍希，股票还没涨就已经先领先市场给大家了。我说过，不是怕你赚。就怕你赚太少，只是怕你赚太少，没错。那我这边也是恭喜啦，哈，会员啦，我们又再度赢在起跑点了。当然也恭喜我们的会员好朋友，也恭喜呢您有来索取我们的母亲节大礼的好朋友们，大家通通都赚到咯，共同来做赚正了。那么说到我们的母亲节的优惠赚活动即将要关上了，哦，对，假日了，即将要 close 了，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你还来不及，还没电话拨通的好朋友，赶快电话来做拨通，尤其是这一波大盘回落的这么深，昨天。指数还在破底，如果您爱不对人，跟不对人，有不良晦气的，你一定要赶快做到换，换到哪里呢？换到甜心身边。你光爱甜心的会员好朋友给大家的反馈是多么的开心，多么的幸福，哎，钱钱就是一直来，盘回落还是一直赚，这么好的老师，这么专注产业的老师就在这里了。所以亲爱的好朋友，为了帮助更多的好朋友，在这个时候只有甜心愿意帮助大家。因为呢如果说要解决你手上的问题，真的是劳心劳力，好，费心费神的一个工作，只有甜心愿意在这边帮助大家。所以现在来刚刚好，现在来就是可以让您反败为胜的机会，电话来做拨通，活动最后倒数计时咯。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。今天盘一回神，甜心给您的股票又立马冲出去了。我们的小波神、波若威，还有我们的台办立马冲出去哦。那重点是跟在甜心身边吃香跟喝辣，跟在甜心身边，哎，这盘这一波大盘回落，你不仅避开，而且也有赚到好股，是一档接一档。说到我们的母亲节的优惠赚活动，真的是物价够无量，好康优惠杀很大，把握呢地表最狂最杀。一年就仅此这么一天的母亲节的活动，对不对？这么一档的母亲节的专案活动，为了帮助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老师真的拿出他最大的诚意。这个波段我相信很多人操作不顺利，很多人股票被套牢，很多老师带你去追高跟杀低，每天去追逐天边的彩虹。No No No， 你追的过程当中就堆堆堆呀！哎呀，早知道就不要买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为了帮助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脱离茫茫的股海苦。股海拿出他最大诚意来，不良晦气甜心直接帮你做吸收，这个诚意真的非常的大，尤其是这一次的专案
要汇期有汇期，要优惠有优惠，要折扣通通都有，强迫您中奖，电话来做拨通，随时就要 close 掉了后 final countdown 了，我们即将要关账了，请您一定要把电话来做拨通啦。哦，这里后我讲过，这个时间点来是最聪明的，真的是聪明人，是聪明的、哦，真的。然后我知道，好，你难免这一个波段下来是有受伤的，但是来就如同上半场妍希跟大家讲的后，今天的结构是要拆解出来，对，没错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嘞？我说过了哈，台股要比较像样的反弹，就是电子要动，对，电子要动，没错。那今天呢，电子的成交比重已经回升到六成以上，是不错的哦，是哦，是不错。而且你来看哦，来，是不是之前我们的老朋友？是，我跟你讲。你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之前台盛科是不是老朋友？老朋友，台盛科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今天很早就涨停，就叮咚，就叮咚了，有没有人气？人气、啊，你一定要知道人气呀、啊，人气一汇集啊，那个股票不冲上天才怪呢。对，今天的反弹，你就发觉后在矽晶圆，对，有没有像542那个5483。好，中美金有没有都矽晶圆？哎，6488环球金有没有？这是人气，对，人气哦，没错，这样知道哈、哦，清楚。再来还有什么窄板嘛？嗯，也是动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人气吧？是的，而且也是老朋友吧？当然，锦硕多老了，不用讲，好老啦，不用讲哈，赚到嗨了。货柜海运也在动，对，没错。货柜也在动，也是人气、啊，也是人气股哎、欸，有没有长荣我们老朋友啦、哦？对，老朋友。所以你要去了解盘面，真的要动的话，哪些族群是先止稳，要先攻嘛？哦，那如果这些很简单，你下个礼拜怎么看？你这六日，你都不要给我去听一些讲盘的，都不要，我教你看盘。你这六日很简单。妍希现在点了是不是？来，矽晶圆、窄板、航运，还有像一些 IC 设计，好了啦、IC 设计是不是都续涨？有的。你下个礼拜一，你一定会怕，你一定会担心啊，那个盘还有没有要反弹的迹象？哎呦，盘是不是要补量了？我跟你讲，只要电子反弹、成交比重持续六成以上，是盘就是要不要带起来了、哦？你就去看电子成交比重，對對對，懂了吗？懂，清楚，这样懂了吗？嗯，不要我们顺势而为，这就是妍希教你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。这是人气，对，人气聚集哦。我说了嘛，我没有说我要赚多少，但是呢，不管它反弹回升，我要赢在起跑点呐、啊，这个是重点嘛。嗯，啊、我是不是也让你赢在起跑点？当然有咯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看哦，台股是不是？你看 K 线，你也不会买。我知道很多人 K 线真的有够臭的。哎呦，老师，你的母亲节礼物好恐怖哦，好好赚、哦。明明台股这样一波一直往下，你的股票就是这个礼拜轮流冲。对呀、啊，轮流喷，对，轮流飙，有的。那再来，我只讲一个重点嘛，只要盘真的要回升，只要盘真的要回升，要有比较像样的反弹的时候，啊，不就是我的股票吗？就是老师给大家的股票、啊。而且我喜欢就是专注。对，所以你会发觉我给你资料，我给你股票没有关系、我也懒得去讲别的，我们就讲里面的。好，为什么刚才这样讲嘞？来，你刚才看到哎呦，台盛科老师你老朋友哎、欸啊，台版，哎呦你老朋友，资料给我拿出来哦、喔，好的，是不是都在里面？全部都在里面呢、欸。哎呦，长龙好老朋友哎、欸，哎、啊，创维今天也谈了、欸，是啊，对不对？高速传输也谈了，是的，这是不是人气？都是人气股，哎，就是這樣，都是我们的好朋友，老朋友就是这样嘛。那再看回来这个礼拜后，我们看的，哎呦，台版今天冲出去了，有的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在股市，你吼，我们先不要管，赚多赚少，好。但是你每一个的关键的时刻，该下动作的时候，你已经赢了，对，没错，你赢在起跑点，对不对？那你后面、啊、最重要是什么？后面啊，不管盘涨盘跌，你的成本拉开了以后，你会不会怕？不怕啦，常常就是讲嘛，成本拉开，获利奔跑嘛，对不对？你就看我今年一月到现在，现在的时间，你今年一月到现在的时间，每在关键的时刻，我都无私分享，真的是无常、欸、我都不藏，没错，我不想藏，对，因为妍希也不知道要怎么藏啊，有股票好的就要赶快，对不对？全市场的人这么多，老师霸气不怕你来赚啦，不怕啦，真的。好，所以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你现在来都还来得及，真的都来得及，因为经济活动一旦产生，不会一下子反应完毕，不会，对的。我礼拜一可以开小高，我可以开小黑都没有关系、欸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开小高小黑，只要我的电子成交比重持续维。
维持是很漂亮的。好，这样了解吗？了解了，清楚明白了。所以，亲老朋友，您心中的疑虑，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一一帮大家解开了。那么，重点是，如果要解决你自身的问题，这个波段大盘回落了3000点哦，超过对不对？从一月份到现在，您操作不顺利，您跟不对人，挨不对人，您有不良晦气，老师拿出他最大的诚意，在很主席现阶段，趁着我们的母亲节的活动，啊，各位细尊，赶快电话来之后拨通，跟上脚步，直接帮您吸收您的不良晦气。老师就是这么的霸气，老师就是这么贴心，老师就是这么帮你帮到底，挺你挺到底喽！母亲节专案活动最后倒数计时，最后的席次了，请大家务必来电做把握，轻松跟上脚步喽！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喽 ！YT 频道的好朋友下周见喽，拜拜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